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三月二十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幸珠。先开始，咱来关心今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地公伯啊，无要落雨，苦花愈来愈严重。四月份开始要提前实施第三阶段民生限水，上百户受影响。台北市首创的智慧型公共主体，伫咧南港的东林国体，今日正式动工，民国107年底起好。春天到位啊，花拢开啊！小等下，咱做伙来去草山看海鸥，鬼片哦，有够水。新闻开始，咱赶紧来关心。18岁时发生伫咧台北市的上山派出所，警察车红放火烧，警方伫咧调监视器了后，昨昏抓到凶手，是一个40多岁法国籍姓李的查甫人。伊捌伫咧2年前共偷看奥特曼红判刑，惨就是因为不满要报复，才放火烧警察车。用瓦头夹头暗调的，涉嫌放火烧警察车的法国籍姓李的查甫人，在19号暗时，被警方为华人具体带转来台北，经过透明定性，被人移送地检署。你放就对了。It's not me。你是无辜的，是不是？我是驾驶者。姓李的查甫人伊讲家己是冤枉的，不过警方已经掌握到证据，来调监视器了后发现，这个法国人18号透早先在滨江市场遐换雨衫来变装，再搁骑脚踏车到派出所的附近踅来踅去，来看完地形了后，就敢那是在停车场倒汽油来放火，然后就马上倒转去花莲。因为涉及机车窃盗案件，所以被松山派出所的严警查获，移送法办。那整个案子在上个月2月25号。经高院上诉驳回，判刑5个月确定，所以研判李广荣作案的动机应该是因此心生不满，挟怨报复。这个40多岁姓李的查甫人，在2013年把偷机车，被松山派出所查到，最后被人判刑5个月。这摆搁再被松山的警察抓到，嘛留下证据。姓李的查甫人，若是被司法判刑6个月以上，唔然可能要坐监，嘛会被人遣返离开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警方是追查毒品，发现丰原一间医疗器材行公开卖食毒的假释，而且这一间器材行就开伫咧警察局的对面。警方表示，这是国内的头一款这款的案例。负责任这个业者嘛，坦白讲哦，就是因为生意不好，才去动歪脑筋。王警来到医疗器材行调查，当场就伫咧店内玻璃柜仔内底，发现柜仔玻璃做的毒品吸食器。不过器材行的负责人，姓张的嫌犯，一开始伊阁无承认犯案，讲这是化工咧使用的物件。贵阳这个，好这个。贵阳是啊。不过对于警方的追问，嫌犯咿咿哦哦，拢讲袂清楚。上尾伊有承认家己贩卖，不过嘛是无承认是家己加工的。你家咧本事有咧食？无啦。啊，球啊，你家咧分的遐？无啦，我拢买啦。警方随后阁找着玻璃罐半成品，还阁喷顶、锉刀、甲研磨机台这加工工具。这个时阵，嫌犯甲承认是用经销介绍进货，佮家己加工做这毒品吸食器来贩卖。这家医疗器材行平时的生意并不是很好，那所以他就是在贩卖这个吸食工具来贴补一下店内的开支。大约贩卖这个吸食工具已经有3年之久，它是以每个吸食器每个玻璃球50到100的价格来贩售给毒品使用者。警方表示，这是国内第一家有人用医疗器材行来做掩护，来贩卖毒品吸食器。而且，这间医疗器材行非常大胆，就开在丰原分局对面。伊当作无人知影，不过上尾嘛是去予警方查到。记者大龙综合报道。再来来关心，有一个有精神疾病、姓陈的查甫人，伊伫咧8年来前后胎死2个查甫囡仔，还佫有一个妇人郎，伊伫一审、二审拢予判死刑，毋过予最高法院发回更审。去年12月，佫以认定凶手有精神疾病，改判无期徒刑。昨昏最高法院依其经一审的判决，判无期徒刑确定。画面顶头，咱当看到头戴安全帽啊，这就是8年来连续杀死3条人命凶手，伊叫陈坤明。伊在12年前先杀死2个妹妹，这查某囡仔。伊这讲哦，是伊讲心中哦有一个鬼，魔鬼叫伊爱去杀人，因为安尼伊得到减刑。加释出来了后，在民国99年，佫杀死一个姓林的妇人人。本来一审、二审伊拢予判死刑，不过最高法院撤销判决，发回更审。去年12月，经一审，根据病院的鉴定。
认定陈坤明有精神疾病，确实接受治疗，还有教化的可能，所以改判无期徒刑。被害者的家属不满，检方也提出上诉，不过昨昏上诉被驳回，依持无期徒刑确定。接下来关心台北市首创的智慧型公共主体社区，也是伫咧南港的东明国体，今日正式动工拆除。伫民国1807年底，就有700户只做无买卖高科技，而且是智慧型的公共主体，要甲大家见面。伫遮唔呐有智慧，这里诶一挂设备，而且哦水道头拍开，水就会当啉。怪手直接来学，东明国体基地拆除工程正式启动。这嘛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推动公共主体计划当中第一个动工的基地。副市长林清龙就表示，东明公共主体会是台北市第一座公共智慧社区，未来干那做不白白，而且嘛是中介主体，对南港区公办都更会更有帮助。住进去任何的智慧型社区的公共住宅，价金都跟现在的调控是一样。都是按着我们的叫做市场租金里面8折、7折，甚至如果是因为比较弱势，是我们负担甚至是5折。占地8000多平方公尺的东明国体，被改建做700户的公共主体，由台北市政府成立公共主体管理公司来负责，并且加入节水、节电、节能科技的设施，未来这水可以当清洁。公共脱淹脱漏这些福利机构也会起来，原本的200多户的大户，未来透过抽签也会当再大起来。跟一样，旧房子盖新房子。像这边以前常常漏水，我现在换新房子不会漏水，不是很好吗？不要每天来烦我，都屋子漏水，说里长哪里漏水哪里，里长是很烦。李长表示，东明国体原本的租金是10000元左右。林清荣讲，未来公共主体租金同款，拢会采比市价拍8折来计算。在1807年底会当完工，这嘛是市政府东区门户计划当中的一环，并且朝南港区4年5000户公共主体目标来前进。记者小丁国良台北报道。树林观赏也是真侪大陆客来咱台湾真喜欢去的观光景点。在民国1803年，就有38万人次去参观。因为真侪门哦，所以附近的交通嘛是乱糟糟。在遐本来哦，周边有一块空地啊，会当停25台的大客车。不过即马因为要起个饭店，所以取消停车格。即马只剩10个停车格，根本就无够用。所以哦，真侪大车就乌白凊彩停，严重影响到附近的环境。大客车在路边停车，和大陆客上车落车。树林观景是大陆客来台湾已经去的景点之一，每年拢吸引到50000多的游客。不过因为附近只有10个停车格，根本无够用，造成真多车拢凊彩停，影响大户的生活。你看，这个是台北中学，这个是社区嘛，它斑马线、红线、黄网线都停了。你看，如果没位置怎么办？就路边先暂停啊，警察来赶收走走，一般有点没办法。红线、黄线拢是停满着车，连这细条的巷啊，拢变作停车场，但过车位也是无够。国道上原本附近有一块会当停25台大客车的空地，自去年开始就已经和财团设定地上权来起饭店，所以会当停车的所在是愈来愈少，大伙真困扰，要求政府单位赶紧解决问题。原本应该有的停车场就在我们的后方，有1200坪，但是现在被设定地上权，未来要盖一间饭店，但是这个停车场不见了，市府并没有设新的停车场。我们有扩建了故宫对面的大客车停车场，那从原本的75席大客车，目前已经扩建到109席了，那也是希望说大家也欢迎大家到那边去停放。停管处说明讲，其实伫咧故宫的周边，还有100多个停车格，目前还有85%的使用率，还有够用。就讲未来是不是还有会当规划出另外停车格？停管处是讲，有一挂空地所有权并不是停管处的，就要再加所属的单位协商了，尽速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北非的突尼西亚博物馆18号被恐怖分子走入去，造成23个人死亡。当地警方有抓到9个嫌犯。即马激进的组织伊斯兰国已经出面啊，讲这是因做的，而且嘛呛声讲这只是开始而已。
经过一天的等待，极尽组织伊斯兰国十九号透过推特发布声音档案，承认十八号在突尼西亚首都突尼斯巴杜博物馆的攻击事件就是因所策划，并且俄罗被拍死的两名枪手是伊斯兰国的武士。这场攻击事件造成二十名外籍游客在内，总共二十三人死亡，将近五十人受伤。这是伊斯兰国头一摆针对西方游客所发动的攻击。伊斯兰国声称这只是开始，也发动更加多的攻击。突尼西亚东郊十九号抓到九名嫌犯，其中四个人甲攻击有直接关联，另外五个人是支持恐怖主义分子。德国总理十九号宣布，会加强打击国内宣传恐怖主义网站，并且加强对旅游景点的监控。المراقبة والحراسة على كل المناطق السياحية تاع بلادنا لتفادي منها إجراء تفادي وقوع. 被拍死的两名枪手身份已经被确认。2014年九月，北去叙利亚接受训练。美国总统奥巴马十九号卡电话给突尼西亚总统埃萨布斯，支持独国的反恐行动，并且答应协助调查。根据博物馆内生还的警卫所讲的，歹徒提着 AK-47步枪，对馆外一路开枪扫射到馆内，只要看到会震动的物件就开枪。这两名来自西班牙的精灵游客，看到歹徒入去馆内开枪，马上走入去馆内粪扫间秘柜暗。躲过一劫。A los que estaban a la puerta, abatieron a uno y enseguida nos dimos cuenta y nos fuimos a escondernos. Y entonces nos escondimos en una habitación para guardar los trastos. 大批突尼西亚民众十九号聚集在巴杜博物馆外口，举着布条大画反恐怖主义的口号，并且在大门口献花哀悼罹难者。在奥兵峰会开幕前，也替这场攻击的罹难者悲哀一分钟。这场攻击事件对德国观光业造成真大影响。意大利的渡轮已经不再停靠在突尼斯港，估计3000到5000名突尼西亚人已经加入伊斯兰国，当中500人已经回国。未来也正做突尼西亚困难的反恐难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用水。旱灾的这旱灾中央应变中心伫个昨昏宣布，按4月1号开始，石门水库、供水区的新北市、板新、南口、甲桃园市，会供水5天停2天。不过到底包括倒一挂所在，民众是雾沙沙。自来水公司表示，详细区域甲路段下晡就会公布。搁啊，水清洗车一点一滴拢珍贵。为4月1号开始，用水的习惯就要大转变。供水5天，停水2天。新北市新增的洗车业者已经开始想办法。可能会去买水吧。去哪里买水？因为有些水车都是要顺，我们已经有联络到了。洗车业者赶紧联络水车，一车5000嘛爱开落去。不过其实不是全新增，拢爱停2天。石门水库供水区是以中宽路加中正路做分界，真侪民众拢是雾沙沙。伊敢那下新北市啊，我想可能归区啊。有的地方有停，有的地方没。我不知道。根据自来水公司的资料，除了新增是以道路来分，房价嘛，敢若有客群地区，另外就是树南、泰山、三峡、莺歌、南口，啊，搁有全汤市，拢总115万户爱供水停利。到底是倒一挂地区的用户，为即马开始就爱准备欠水。自来水公司表示会主动通知民众。行政院长毛志国下这样嘛，搁一摆呼吁，叫民众爱做伙渡过难关。执行啊，供应5天。停2天这种措施，这是非常不得已的，要请大家共体时间。除了做伙渡难关，为着鼓励全国民众做伙省水，经济部嘛在研究，后个月要推出省水的奖励，初步方向是若比去年同期省水30%，水费可能会当拍8-50折。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即马欠水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民生用水要提前实施限水的措施。今日有民间团体甲立委就开记者会批评，讲哦，即马即咱都雨一年比一年还佫较少，不过政府唔呐无提出应变的措施，还佫要继续扩大，亲像一挂石化也是电子产业，即个爱用真侪水的产业，因呼吁政府应该检讨，买来调整产业用水的政策。
各国规定，三月二十二号是世界水资源日，台湾欠水情形愈来愈严重。环团批评政府，敢唔知影台湾的雨量一年比一年少？为北部到南部，根据中央气象局最近三年各地七站的年平均雨量，拢是一年比一年少的趋势。因批评政府，敢知影限制农业跟民生的用水，完全无提出任何水资源的政策。年雨量是每一年每一年都在下降之中，但是我们的政策面确实在预估我们的用水量是在增加当中，这水从哪里来我们看不到。如果说你这些产业你再不去跟他叫他转型的话，你一直在这里高耗水高耗能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立委阁反团呼吁政府应该爱落实产业转型，嘛爱针对欠水危机提出应应的对策。台湾的这个农业用水哈，有四十亿吨是浮流水，浮流水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国家应该是好好来发展的一个水资源。或许我们可以比照夏季电费，我们在冬季缺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缺水的季节的时候的水价做调整。反团强调，因反对为了发展高耗能、高耗水的产业，牺牲农业跟民生的用水，要求政府要检讨调整产业用水的政策。记者陈淑君、吴家宝台北报道。咱台湾因为欠水爱限水，在南美洲部分的国家嘛，同款无水打屁屁。除了巴西，还有隔壁的智利，拢拄到严重的枯旱，农业大受影响。这片牧场本来应该是泥牛伫咧食草的所在，不过真侪牛即马是伫咧摇巴肚，因为今年以来几个月枯旱，和已经被食了的牧草无法度搁再发出来。饲牛的农民只好是目睭紧紧看着牛哇哇夭死。Muchos años, una baja como la que estamos viendo hoy día, una situación que se va a ver reflejado en los meses que estamos viviendo y en el invierno yo creo que va a ser peor todavía. De los años que tengo de vida nunca había visto esto y esto es una ruina grande. 顶礼拜同款伫咧智利中部山区传出严重的森林大火，也是这边的枯旱所引起的。智利政府决定对受灾严重的饲牛业者予因补助，也毋过问题毋那是安尼啥尔，枯旱予动物无草啊通食，也毋过也予人面临着粮食无够。农业官员讲，粮食生产下半代表着计较的起。有可能进一步带动物价起价。南美洲的智利拄到枯旱，就伫咧北半球的印度，是伫印度北部山区落雨落了伤过侪。气象官员估计，这边大雨的雨量是往年同一个时期的五倍。除了厝楼的雨水甲桥冲断，还佫有真侪厝也拢损害去。इन सर्दियों में बहुत नुकसान हुआ है और बेमौसमी जैसे 15 और 16 की बर्फ पड़ा。跟智利的灾情同款的是，印度的大火也让农作物欠收，一寡农民拢是靠着政府贷款，才有法度去买肥料甲籽，就要靠农作物的收成来还贷款。也毋过，即马田拢被大水吹害去，连生活拢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伫咧顶礼拜宣布，八月份新的学年开始，学校营养午餐上侪会当起10元，因为瓜分特进政府答应过，讲这起的钱哦，全部由市府来出。不过了后，却变作只补助弱势学生。今日就有小学的家长回不满，批评市长骗选票。柯文哲选前答应午餐的学生每一顿上少提悬10元，原则由市政府补助。当选了后，经过两个月规划，煞干那决定补助弱势学生，要去家长爱负担，引起部分家长不满，予伊骗。有可能1000个全部都同意，我涨1块2块，有。那两三百人不同意的话，那请问一下教育局，我这两三百个小朋友的钱是从哪里来？烦恼家长会爱去装钱有困扰，家长希望市政府是去使用第二有背景。教育局强调，补助所有学生爱5亿5千多万，干那补助公立学校学生爱2亿9千多万，即马通过补助弱势学生4069万，较袂影响其他学生。以财务财政用在刀口上，因为很多的家长也跟我们反映啊，说你一般学生，我自己的家长，我出钱给我自己子弟吃饭。是天地合理的，他说你不要再浪费那个钱，我们也听到很多这种声音啊。
批评柯文哲跳票，家长更加烦恼的是，去过了后品质无提升，无更加营养。教育解说学校若是爱去，一定爱增加使用非基因改造的产品，有机的青菜水果嘛爱明确表示，让家长知影。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之前公司新闻为大家报道过，国立东华大学附近有部分的厝主，要把本来适合学生的宿舍，即马改做民宿，要赚观光客的钱，嘛造成上百学生哦无厝通住。第三暗的时阵，学校赶紧找业者甲学生做伙开会讨论，希望要找出解决办法。为了帮助学生会使继续租到学校附近的厝，东华大学特别邀请三十多位厝头家在职校活动中心甲学生来座谈。会议上，学校讲，校附近总共有2500外的房间，应该使应付2300位学生。也过同学却是认为，好的学校外口房间早就租了了，而且这出租也过一直去。我讲的是适合的居住地点，而不是可以住就好。有些房子其实它是很不安全，学生找不到地方住，那自然而然抬高价格。面对学生的不满，厝头家也话要讲，讲厝是愈来愈贵，无起价，敢讲要做了钱的生意嘞？你大部分的业者也是愿意把房间租给学生，也请学生多多体谅。现在都300-400万，那、你叫人家那房东不要涨价，人家买那房子要做什么？既然在东华大学的周边，就应该以服务学生为比较的目的。好好讲，对100-02年到100-04年，校外就1000多间的宿舍房间被改做民宿，不过再租给学生。业者转型情况开始愈来愈多，建议同学会使考虑转来住学校宿舍。不过学校宿舍品质，学生敢那较不满意。曾经有学生长达6个小时没有网络可以用。你有看过那地板吗？真的黑到一个非常夸张的地步。见仁见智了，那有没有像学生反映的那么的糟？我们可能还是必须要去了解。另外，有真侪大陆客团体游览车出入，影响交通安全。学生希望环境局会使出面管制，不过去遭到当地村长甲民宿业者的反对，认为会影响生意。双方座谈并无共识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去南投的仁爱乡万寿万宏村，因为梅园吊桥要修理，估计要关10天，这吊桥无通用。不过即马这施工的单位煞拢无做好替代道路，只用简单的竹篙去便桥，在桥顶即马行起来，害来害去，有够恐怖。今仔一大起哩，两边换手甲脚台跌打着，开始跌摇。小心一点，慢慢走。即马是打水机，溪水深度照一道口，溪水串流涨起来，搁较恐怖。也毋过，这是因逐天上课一定爱经过便桥，桥会摇摇晃晃，感觉掉下去，怕桥会断掉，很怕桥会掉。敢若用六支竹竿搭桥，两支竹竿做环手，用油的铁线固定，唔然囡仔连大人都惊当中站袂住。板坑村100位村民，逐天为家出入，因为原本的吊桥年久未拆，无修理差，后期翘起来桥破空，目前封闭施工，连国宝安全的频道，就凊彩用竹竿搭一个简单的便桥。就没有办法，因为碍于经费上了，那我们公所就只能说暂时先做这个便道这样。北京会也考虑平常安全施工期碍于10天，即便拢祈祷卖在这段期间出意外，希望主管单位省钱也考虑到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秀山除了大家知影的台湾高山啊，其实遐嘛有真惊车祸的山丘。中山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目前秀山的山丘大约有138只。两只国粹山丘啊，头日日食草啊，食树叶无用情国粹，你绝对想袂到这两只山丘啊，生活地点竟然是我高雄市大都会秀山。为了更加完整障碍保留类生态，秀山国家自然公园委托中山大学，伫1903年进行一年调查，总算确定山丘啊的族群资料。总共我们评估下来，它每平方公里大概有13到15只的这样的一个族群的分布，那总数量大概有130几只的这样一个山羌。因过平原开垦、都市发展、造界秀山山丘啊，甲其他森林族群的交流，搁再加上早期捕猎，山丘啊数量不跌多。也毋过考试局强调，即届调查结果显示，山丘啊数量已经正常啊。这个恢复当然是由那一些数量有限的山羌繁衍出来的，所以它的基因可能就是多样性就没有那么够。
对双溪来讲，秀山是台湾唯一的后乡区包围的生活领域。虽然这相对来讲提供市民较侪机会更加了解双溪湾，但个也因为甲咱人上过接近，开受到流浪狗骚扰攻击，或者是因为栖息地环境被破坏，影响族群的生态。所以秀山国家自然公园呼吁，莫带宠物上山，莫饲动物，只要保护自然环境的原本面貌，就是对双溪湾上大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股市，昨昏美国股市休会收盘时博超过100点，影响到今日咱台北股市以低盘开出，开盘是博30点，股票介绍来到9706点，不过同款维修伫咧9700点顶头。今日八大类股有起有落，咱台北股市伫咧创下7年4个月新高了后，今日是伫咧平盘附近整理。苹果概念股伫咧可成带头带动升起停板之下，包括大力光早盘甚至拢冲到历史新高2820块，鸿海嘛由乌变红，即几支股票表现拢比大盘也搁较精彩，盘面明显是强的，愈来愈强的局面。来关心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在位63年，英国的钱顶头印着英国女王的像已经有5款啊。上新的一款是一个少年的设计师，伊把女王加清切的模样放伫咧英国的顶头，估计今年就会推出。英国皇家铸币局一礼拜在伦敦公布着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头上印白色的图，新的英国的顶头用地加变色的皇家三角皇冠和耳钉环。Well, I mean, it's really significant because it's not just the coin. I mean, it's the new portrait of the monarch, so it's going to go on every single coin we make. 英国之前换过4款英国女王肖像英国啊，我顶一摆第4版发行已经过17档，头一款女王印白是伫女王登基了后，第二年1953年发行的。1968到1985年，分别发行第二和第三版，每一个版本女王外观拢无同款，予大家为应变，就能看出女王无同时期的外观变化。这摆女王肖像设计师真少年，由33岁英国铸币局雕刻师乔迪克拉克设计。克拉克表示，这届也是最后一摆的女王应变，伊要用上真实一面来呈现女王形象，因此伫女王的面会较有福态。减少一挂庄严，煞较有亲切的感觉。The Queen hasn't really aged that much since the last effigy, I didn't think, so I didn't really want to go to town aging her. But also, I made some key changes, as in the crown is the one she wore to her coronation, so I thought that was quite fitting. Well, I think it's a lovely image. I mean, it's certainly reflective of the Queen. It's realistic, but it's also softer than the previous image. I personally really like it, and I'm sure, 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has approved it, she likes it too.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今年登基满63年，是即马阁活伫世界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加上1946年就登基的泰国国王普美蓬，同时嘛是英国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啊毋过就特别超越第一长的维多利亚女王63年7个月。英国皇家铸币局表示，这款硬币4月开始生产，有计到月份会正式伫市面流通，因为可能是最后一版的女王硬币，一定会有真侪人想要收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16年的大选剩无到一年，针对要安那提名立委，国民党这边有提出新的5%条款提名办法。不过安尼就不敌要寻求连任现任的立委，因拢表示不满。对此，负责选举提名的国民党副主席何良斌，伊今日亲身去拜会立法院，劝党籍的立委会当接受新的提名办法。2016的大选开始震动，国民党准备要展开立委的提名作业。严格党中央唔那是成立干部评鉴委员会，要先审查候选人的资格。现任的立委那是拄到党内其他竞争者，面对一个必须赢5%以上，有立委就正不满。为了要安踏家己的立委，国民党副主席何良斌20号亲自到立法院去做说明。所有的委员大概对我们的提名办法，都表达了支持。如果整个协调都失败了，我们才回到过去所谓的初选机制，大概第一批委员的提名应该在4月的上中旬应该就可以确认啊。那是立委提名的问题，总统大选面对着来势正强的林佳强做蔡英文，国民党总统候选连续一直拢袂出。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就讲，国民党搁再无表态就会等死。
伊希望朱王娥任何人若是有意要参选总统，就要赶紧表态。忧心如焚，可是都不表态，都不讲，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让人民无从选择。最起码你四月底吧，哈。可是会不会有人担心，就是提早讲，提早死？连这个都怕，这个怕死就不要来，进厨房就不要怕，就不要怕热啊。在国民党的党团大会上，吴育兴当场发起联署，支持朱立伦来选总统。孙大清也希望朱立伦在承担重责大任，参选总统，带国民党拍赢2016的选战。记者综合报道。一个立法院要伫咧三月底要展开修改宪法的大工程，国民党嘅秘书长李素川，一个民进党嘅秘书长吴钊燮，18号时头一届见面讨论，经过回谈，即马双方有共识，会伫咧6月底进行先来处理修改宪法的议题。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跟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19号头一摆在国民党中央会面，交换修宪意见。另外，伊要在三月底展开修宪工程，修宪委员会会有39名立委组成。不过，进前拿刘永东针对安怎修宪态度不共款，国民党主张内阁制，立法院爱有国会同意权，降低到票拟零等等。修宪上好一摆到位，不过民进党却是倾向先针对降低修宪门槛，到票拟零正议题有共识的先通过，其他等第二阶段修宪再个讨论。不过19号一天，双方就在宪改会议上取得共识，要在6月底完成。你修宪这详细项目，并不在这摆的讨论范围内。这个宪改的部分，是不是就进到体制里面的立法院就继续进行？当然，有关公民团体也可以邀请到立法院去听听他们所有的这个意见。李登辉前总统或陈水扁前总统都有总统来召开国事会议，那里面包括宪政议题或其他跟国家相关大家所重视的议题都可以来讨论，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提到说，如果希望召开国事会议，我们建议要比照之前有效的召开方式，就是由总统来进行。我们对于由国内主要政党，然后以及公民团体共同来主持宪改国事会议上面，今天并没有完成结论，但是我们民进党我们会用最大的努力跟最大的诚意，然后来尽量进行沟通。就国民党党未来是不是要先召开国事会议，国民党方面认为应该还是要按照往例由总统召开，这阵先以宪改为主，希望会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完成。另外，总统对国民党党秘书长就修宪加国事会议进行回响，表达真大的肯定加支持。对着国事会议应该由总统召开，马总统表示乐观其成，愿意以总统的名义来召集各界，并且请行政院全力配合筹备加后续的相关工作。记者综合报道。高龄93岁诺贝尔物理奖得奖人杨振宁博士，昨昏台大颁予伊名物理学博士。伊嘛指出，即摆少年人出世伫一个新生力大大提悬的时代是真幸福。伊嘛伫咧专题演讲当中，甲大家分享物理学吸引人的所在。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博士伫咧开展王榜的陪同之下，特别到台大接受校长杨焕迪颁发名物理学博士学位，尊重其开启物理甲数学的历史事业，对文明贡献真大。杨振宁讲，正影响正侪代代校友，也讲即马少年学生是活伫咧正幸福的时代。21世纪的年轻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恰巧碰到了一个时代突飞猛进的时代。咩啊？杨振宁博士进行美甲物理学的专题演讲，伊讲大家伫咧欣赏晴甲泥正水的时阵，这就是日头光折射角度无同所创造的景色。物理学一旦让人了解世界美妙的所在，空间大至星云群，小至基本粒子内部，时间长到100亿年，短到10^28次方秒，是无所不包，都可以了解。这边有丁玲阿母将伫咧台湾停留7天，伫咧接受平面媒体专访时阵也讲，即马台湾的城乡差距变小，贫困的环境改善啊，学生煞变平淡。伊也讲，台湾的大学在维持建筑甲人才、有形甲无形的传统，安尼先才当保有优势。记者综合报道。
先来要来看这个故事，真正就是咱台湾人的精神。来看一间和大火烧了了的造船工厂，是安那靠着老客户甲朋友的斗三工，搁重新站起来故事。这是伫咧新北市的公阿寮二地鱼港，2011年时发生当地有史以来上大一场火。这场大火是造成当地一间老牌的造船厂，熊熊哦工厂徛家，还佫人欢呼的船啊，拢烧了了。即马因电脑讲。感谢这场火，让因愈烧愈旺。新船要落水了，夜窗仔边啊，甲满是向天公伯啊祈求福气。有哪要和人分享新船起好要落水的欢喜？在新北市孔阿寮二地鱼港落水的这只海钓船东大河，是在地造船老厂传发出的。船仔头家因是四界吹、四界问、甲比较，甲找来二地一个所在。长发造船厂它本身在造船的结构上，它有相当好的经验，然后造船的技术也相当优良。船头家有进前的故事，阮就知影啊，然后伊的功夫也袂歹啊，啊价钱也公道。船厂的头家进前的故事是虾米代志呢？原来在民国100年，澳地发生有史以来上严重的火烧。甲日本有将近要60年历史的造船老厂，断发一枚烧了了，令徛家也烧起。头家张文礼因阿母的家产也全部拢乌有了。突然间，你变成所有的东西都是灰烬，然后厂房的铁都变成变形、扭曲变形。我的那个厨房，外面的大行拢烧了了，哎，也杯杯盘盘烧不起，因为也高温烧过的东西，所以我很火大，我搬起来然后一直甲添。我讲我的东西你都搞死了，你老家搬下我是要创啥？阿母面对着人生的大打击，资本是真实际，好加在有人牵引起来。上游的厂商嘛，足帮忙，伊就变作讲，我先去做工课，啊做做人收着钱了，我才开支票来。是他们这样子的帮忙，啊个邻居同学。也有人鼓励因讲，愈烧会愈旺。确实，伫众人扶持甲斗三工，电器的船厂会做船的订单又搁刷入来。想起这一切，头家娘因想要讲的是，拄到代志时，爱去解决，要面对。每一样事业你在做，都一定有困难，一定会有困难，但困难你要去解决，不是逃避。公司新闻，伊永忠，新北市报道。暗光癌是咱台湾男性十大癌症发生率排第四名，全台患者差不多7000人，差不多都是因为食薰、啉烧酒、补冰能是上主要危险因子。有诶，像我发现呢，还阁接受着即全囊癌提调手术。虽然手术了后活落来，毋过语言、讲话也是吞物件，拢变甲真困难，生活品质受影响。所以今日着医生呼吁，政府应该爱来重视即一点，弱势患者因手术了后。效果。67岁黄先生讲话是真吃力，因为20年前伊食薰食真重，因为得着脑后癌，开刀切除，肿瘤甲真大，造成无法度正常讲话。差不多2年，伊变做哑狗，艰难靠鼻甲纸甲人沟通。后来伊接受复健，才慢慢能讲话。我前2年都挂不出声音，到大概第8年才可以这样讲。那在中间就靠讲话去，或者是写字。医师讲，脑后癌甲下咽癌是台湾常常看到的头壳甲颔管的癌症之一。食薰、啉酒甲补冰能是主要危险因子。根据卫福部统计，头壳甲颔管的癌症位居男性十大癌症发生率第4位，全台患者将近7000人，而且每年大约有1500位的新增患者，平均76分钟就一个人会得到。每期的脑后癌接受全脑后的切除者，全台大约有900人。因虽然好运存活来，却是因为讲话甲食吞物件有困难，生活品质变甲真歹。下咽癌的话，它需要做一些重建手术，所以这一类的病患在术后的言语复健，甚至一些吞咽的复健，这个都会比较困难一些。医生讲，欧美最新流行的气管食道病发生法，唔呐手术简单，也使予患者开始讲话，也过费用将近10万块，所以讲呼吁健保会使开放给付还是补助，来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记者孙华报道。
高雄有一个尼母，阿甲伊翁婿共带囡仔，不过即马吼家长指控讲用药杀囡仔。伫前几工暗头啊，一个家长就带人去尼母因家来理论。尼母为着无想要让代志愈不愈大条，当场同意讲哦，要来退还半年带囡仔的钱。不过无想到即个家长无要放因婿出手拍，即尼母的翁婿出气，还佫处罚即个尼母的翁婿讲。就爱个牙水烫，结果哦，结束了后才打电话去通报讲因虐待囡仔。即马高雄市的社会局表示，这查某囡仔无明显的外伤，佮无妨虐待，还佮厘清。因为家长哦，佮只拍人的过程，佮只影片拢放伫咧网络顶头。警方即马颠倒要来侦办因动用私刑，要告者家长强制罪。开车片五镜头的查甫，十八号暗时，向红带人来到尼姆大的所在。尼姆的翁婿伫门口才讲几句话，就被拍一拳。原来这个查甫平常时将两岁囡仔送来这照顾，但怀疑尼姆甲伊翁婿虐待囡仔，所以来问罪。过程中也甲尼姆的翁婿咬水桶，但尼姆认为家己根本无虐待囡仔。扩大手流血，那我会跟他说，那请你把手举高。我跟他说，请你把手举高，然后就是不要再去抠那个手。之后我就让他请他放下来，他就认为说我这样是在体罚他的孩子。尼姆强调对方无明确的证据，但为着卖闹代志，对方一找上门，伊就同意退还过去半年的费用。但无想到讲对方当输赢以后，还阁通报警方，翁婿被拍影片嘛拢被翕落来，放起伫网络。举手所谓的水桶的一个动作，这个已经涉及到强制罪的一个部分。啊，至于有没有出手？打他或是甚至有伤害到这部分有可能涉及到伤害罪的问题。警方表示，同时间接到家长通报囡仔被虐待，双方并无讲到过程发生这个代志。但根据影片，家长已经涉嫌强制和妨害名誉。但是尼姆无虐待囡仔，家长有可能会佫加上诬告的罪名。记者王嘉祥、柯建准高雄报道。咱国内十二岁以下的囡仔平均就气有两气半，是比这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两气还佫较悬。为了降低咱台湾囡仔就气的比率，卫生福利部佮气科工会全国联合会即马宣布，十二岁以下的囡仔按三月三十到四月六号，只要摕健保卡去气科看医生，就当唔免挂号费。倒伫个诊疗台顶，囡仔一开嘴，普遍拢呛气。经过卫福部资料，国内十二岁囡仔呛气指数，虽然高位2003.31起，落到2012.5起，也毋过也是比世界卫生组织定个伫个两起以下目标较悬，而且呛气都排名世界尾啊四分之一。很多用糖果来奖励小朋友吃糖吃糖吃糖，说妈妈就是喂小孩以后就是含着奶瓶睡觉，这也是会造成蛀牙。不要说把食物自己咀嚼以后去喂小孩。卫福部表示，目前已提供鼻管六岁囡仔每半年出去半开，也够鼻管十二岁六岁囡仔每三个月一届半开，也够国小一年啊，学生后站学到红天顶服务。也够目前上起率依然是真悬。经过去科医生公关全国联合会调查发现，有四成爸母无定期主动带囡仔去固定诊所看喙齿，而且有四成个爸母对家己囡仔食物件了后，是不是有洗喙都唔知影，才造成。四成多的家长是没有定期带我们小朋友去到牙诊所去看牙，照顾口腔的部分呢，我们应该是长牙齿就应该看牙啊，不能讲说哎乳牙啊放在那边以后会换恒牙。为了守护囡仔喙齿健康，卫福部甲齿科医师工会合作，为三月三十到四月七日期间，伫全台1500多间有标示儿童亲善爱心诊所齿科，只要是十二岁以下囡仔。提健保卡就看见免挂号费的优惠，记者综合报道。春天到位啊，正适合看花。2015年，阳明山底个湖的海湖季今仔日开始，配合着草山常常大雾的天气，台北市政府甲今年活动主题合作梦游仙境。海湖餐当中哦，有一挂在《爱丽丝梦游仙境》囡仔册内底即个故事人物，予去看花的游客拢感觉真有创意。海湖啊，大出，看见是规片白色的花海。2015年的海湖啊季正式开始，今日民众除了看花，也个人伫内面看到一挂孟加林木的情景，有布格白人，也个猫咪，头壳顶有规盆的海湖啊，和大家来翕相。我觉得这个会就是会比较吸引观光客，然后就是
或者是就会带家长会带小朋友就是来这边，觉得说有一个强调主题的话，每年应该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感官这样子。配合草山天天大雾雾落雨的天气，主办单位也建议海外规个组队定做梦游仙境，好看花更加有故事性加趣味。另外也推出一日游的行程，加花展音乐表演，希望吸引更加多游客。这个地区有将近250万只的海域，在这边培育。那么，每年尤其在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有75万以上人会上来。那带动了周边的总的经济产值是高达1.15亿。那当然，这个地区为了它一个长远的发展，我们希望把它整个变成是一个特区计划。海外贵族这个月20开始，一直到4月26日，草山也会进行各地的交通管制。除了例行的用的大道管制以外，早起9点到下午6点，底下五路是实施单向行车，若是人上多，将会自动的调整管制时间甲范围。民众若要来，只会当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记者综合报道。在桃园有几个回乡创作的少年家，因家己募款办了回头看在地艺术节，听起来嘛有回头看艺术。因串联108个桃园艺文的青年，在找回来在地艺文的力量。在同市桃园区文昌庙头前，新娘剧团的演员请高总和民众操控，做出各种趣味姿势。这两条街加起来啊，已经有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了。气氛热扑扑，上来就带大家来到新民道街捣蛋。平日里，猪头三升豆腐和白菜，我是一准买不出。也够这个，在道街内边，竟然在当顶鼓励，看到京剧团精彩活动表演，民众是真赞叹。就穿着古装啊，然后就实际在实景，就是在实地演出一个当时的故事，这样。对啊，这样，他的临场感啊，什么都。比较记忆会深刻啊！这个艺术节是希望说能够第一个让大家认识，原来桃园有这么多厉害的艺术家。那第二个是也希望说让散落在各地的艺术家能够回到桃园做创作。这是一场由少年人自己募款筹办的回头看在地艺术节，无人也无钱，因透过网络自己总经费，串联108位同艺文青年、30位艺术家、12组表演团队回乡收听。居民也给我们很多的 feedback， 他们觉得说艺术原来可以这么贴近我们的生活，他原来是我可能打开门我就看到艺术，而且我不会看不懂。古雅的回乡创作少年人想要以同市中心的古街区古厝啊，用较同青年艺术家创作展演，动静太动有，也激发各种创新趣味改变，因要利用这完全属于同来艺术节，找回在地基本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先来关心。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一个大学三年非洲裔学生叫强森，被人惨像被警方暴力逮捕，这过程全部拢放放伫咧网站顶头，了后就引起民众不满，有几啊百个学生伫咧学校内底示威抗议，要帮强森脱光头。I go to UVA. I go to UVA.I got you, Ben. You're racist. You're racist.虽然表明身份，20岁强森也是和三名警察共压伫咧涂骹。因讲警察用卡拉夫拄伫咧伊个脚趾边啊，将伊个头向人行道弄过去。强森规个面真侪所在有鼻伤，事后是停了10几针。伊伫学校个成绩真好，拢是领专业个奖学金。伊讲无法度相信，讲家己竟然伫咧离学校只有三条街个所在，遭到警方暴力个对待。只有规个过程也互目击者个拍来，铺上了学生报纸个网站，引起着维吉尼亚大学300多名学生伫学校内面示威抗议，要求司法还强森一个公道。One community, yeah, we deserve to respect each other, especially in times like this.在迄间强森是甲朋友去学校附近一间较有名的酒吧饮酒，遭到酒精饮料管制局的监管盘查，伊向对方出示伊利诺州的身份证，被怀疑是假的，并且遭到执法人员以伫咧公共场合饮酒醉闹事甲妨害司法的罪名来逮捕。因果事后的酒精测试显示，强森并无饮酒醉。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should ever happen.
I don't know why it happened. That's why we need to have an investigation. 目前维吉尼亚大学校长苏立文、还有校长麦考利夫已经要求针对这件代志展开独立调查。这并不是维吉尼亚州的酒精饮料管制局第一遍发生这块的争议。在2013年，就干员把维吉尼亚大学的一个女学生的汽水当作是秘鲁，也情节逮捕。这位女学生也是真受气，要求赔偿四亿美金。最后双方是以$2,200和解。在最近，美国因为歧视执法闹得真大，即马又搁增加一条，也和警民关系是更加紧张。记者综合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期，日本一直输。在这中午，日本的海军竟然秘密地进行，予人讲是这太阳光线新的武器的研发。好佳哉哦，一挂科学家因发现到军方的歹意，放弃了研究，才无予这个战争继续落去。机器一直转落去，拓宽河川的工程竟然意外发现二战时期的海军秘密研究所。非常自由的雰囲気で皆さんが羨ましがるほどね、海軍の職人ってのはよかった。ここはお米白いのがあった。1943年，二战爆发了后一年外，日本受到美国压倒性的南海舰艇攻击，打算用雷达侦测用的电磁弓改良开发强力电磁波来破坏美国轰炸机。有当时学者无多随意做研究，军方有时就另外加方面正做射电光线开发，改做研究强力微波来骗取优秀的科学家信任。有日本物理几乎之称的人科方雄，甲后来摕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朝永正一郎，拢因此加入研究团队。后来军事状况紧张，海军有时改变研发内容，开始甲科学家出现配合。それまでは研究っていう感じが、20年の4月以降は戦争の道具という考え方が少し強くなってきて。学者因认为这是有关战争的输赢，放弃研究。一直到日本战败了后，一群学者甲家己组成民间企业，甲军事的技术应用到民间，发明会使导电加热、用接塑胶的机械，重新才带动日本战后经济起飞。记者综合报道。来去过泰国佚佗的人，一定拢对泰国五花十色的路边摊文化印象真深。不过，按去年泰国军政府上台了后，就宣布讲，因要来维护国家清洁的门面，所以有40万人的万国摊商哦，即马因的生意真歹做，哀哀叫。半空天色火的电线啊，进行多上几百团换，这时泰国首都曼谷的招牌旗用，正爱穿的用的，也够纪念品拢买得到，展现城市的活力。对观光客来讲，新鲜个方便；，严格对生活其中的市民来讲，行的权利比不多，真艰苦。去年军政府就代了后，宣誓要立法监管团贩，恢复国家的清气，解决鸡鸭的骨塌，并且扫除军警收集包片，也是召集考察团商的歪风。著名的观光景点普吉岛已经禁止团贩伫海边啊摆摊。首都曼谷自3月起，虽然大部分地区也是会当摆摊，不过主要大街上的团贩需要改到小巷来，或者是其他指定的地点，而且还阁爱拍开日时啊尖峰时段。You could consider the charm of the Bangkok, but the charm of the Bangkok has to be accompanied by the ordinance.在路边卖饮料30多年的小贩啊，讲伊家这条路上3000个摊商，一日要脱离顶条上济大街，搬到几啊公里外，也只有暗时才会当做生意，对收入实在是影响真大。Each vendor has at least 3 people to feed, husband, wife, and child. But if they can't, who will be responsible?The government has to be responsible. 警方表示，这个决定是应应曼谷居民长期的要求。严格说法呢，原本都是靠弱势族群。小米达讲，这些连囡仔学费都付不起。This kind of move it affects a lot to street vendors who are not prepared to be relocated in such a short time. The pavement is not only for the pedestrian, but it's also for the people to earn their living also.根据政府统计，曼谷合法有牌照的摊贩，拢总有2万人。不过2000年，这份统计却显示，达到40万人伫街下卖物件为生。这几年来，东北部散车生活的民众继续刷入，和数字增加搁较紧。不论是合法还是摊商，拢无前回，政府会当贯彻执法。有小贩阿公，过一阵仔等风头过去，摊贩都会搁转来。就算是警察来处理，也是算你丢我走的游戏之一。记者综合报道。
心温度，先来看伫个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高有30度。伫个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高有1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高30度。一个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2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4度，上高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中岛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咱再会。小故事，我的大新闻，欢迎收看 People 公民新闻报。长期住院的病人要打理自己的仪容，得花不少力气。而因为治疗可能有掉发状况的癌症病友，整理发型更费功夫了。花莲的门诺医院定期有美发师义务到病房为癌友以及家属义剪，3年来都没有间断。在门诺的安宁肿瘤病房里，每年都会有一位手持推剪，义务为病人修整发型的设计师，默默地穿梭在走道与病房中。这里每位工作人员都认识他。雅青从事美发业很多年了，3年前因为医院社工师的邀请，他开始来到安宁病房为病人免费义剪，这一剪就是3年。谢谢，都剪到变成一家人了啦。对啊，然后当然有的中间就不见了或怎么样的，对，就觉得人生嘛，就珍惜啊。他说这几年来在医院服务过的病人已经想不起有多少了，但他说义剪就是件好事情，为病人剪发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当病人行动不便卧床时，要花费比平常更多的劳力，但他也尽力地为病人与家属服务。小心 ，OK， 好。太长了，剪短一点。好，来剪短一点。闹你好洗就对了。对，我觉得很辛苦。那甚至有些病人是没有办法推床，就是没有办法到这个交易厅来剪，必须要到病室里面去剪。所以雅青也很帮忙。那有些是离离轮的病人，或者是意识就是不清楚的病人，然后雅青也很愿意帮忙去剪这样。他说，与癌友的相处很特别，有时很想鼓励他们，但他却只能放在心中。雅青选择把这些祝福放在心中，但相信他跟同事们会继续这个义剪的工作。他也说，只要病人有这样的需要，耽误这一点时间根本就不算什么。元宵灯会刚结束，相较于各地充满科技感和创新的花灯，在云林北港的花灯则是充满历史文化感。制作花灯已经有15年的吴登兴是当地最年轻的花灯工艺师，但是他担心未来没有年轻人愿意继续投入，文化传承可能会出现断层。自清末流传下来的花灯艺术在北港地区扎根，吴登兴从小靠着灵巧的双手学习做出一个个精致的花灯作品。我们目前有收到日据时期的照片，可以推到清末清朝末年，大概就有花灯。当时的花灯形态可能稍微比较不一样，没有那么花俏，主要还是以宫灯类的。在庙宇或街道上常悬挂着花灯，不同的造型为北港地区营造出些许活泼或古典的气息。各地的传统文化如今都面临着传承问题，期待有更多年轻人加入保存文化的行列。我们传统产业不太有年轻人愿意投入啦，因为你付出的学习时间很长，
收入跟你的时间学习的不成正比。文化会让